Hello，大家好。今集咧系小学5年级英文阅读理解，题目咧系 Guide to Good Manners 嘅问题同埋点样揾答案。咁啊，如果大家咧系想要资料啊答案嘅话咧，就喺留言区度留个电邮俾我啦，或者喺描述栏度揿条 link 入我哋嘅 WhatsApp group， 咁啊送俾大家。咁啊睇完之后觉得好，记得 like 定 share 定表出。而家开始。Read the guide to good manners again. Complete the table. 我哋再睇一睇嗰篇文啦。好礼貌嘅指引，完成下边个表啦。At home, do's, don'ts. 喺屋企做嘅同唔做嘅系乜咧？做嘅咧就系、是、control。讲电话咧，整细声你嘅电视啦。唔好做嘅咧，有咩咧？有 at your parents or help， 对你父母同埋工人咧系呼喝。Slam doors， 扮门。Play music loudly， 开到音乐好大声。在哪裡找，就是這裡了， at home 這裡。你看到有交叉那裡呢，就是不要做的， tick 那兩個呢，就是要應該做的。 On public transport， 在公共交通上，那我們應該要做些什麼？ Offer your seat to people in need， 让位给有需要的人。不应该做些什么？ Put your feet on the seats， 挤直脚在张凳上。在哪里找啊？这个交通工具啦，交叉那里呢就是不要做的， Tick 呢就是要做的。 In the restaurant， 餐厅啦，我哋要点样做啊 ？Eat slowly， 慢慢食。唔应该做啲咩啊 ？Slurp your soup， 饮汤饮到好大声。Pray or bubble up your food， 在这里玩食物或者是狼吞虎咽，吃得太快不好了。第三个呢就是 chew with your mouth open， 你嚼嘢的时候呢擘大个口，那就不好了。在哪里找啊？这个 restaurant 啦，交叉那四个呢就是不应该做。咁呢度有一个 tick 咧，就系要做嘅。最后尾个 tick，What is the main idea of the rhyme at the end？ 啊，究竟咧喺结尾嗰度咧，嗰、那个押韵咧系主要嘅，中心思想系咩啊？咁呢个咧就应该系 B，All kind people have good manners。所有好嘅人咧都有好嘅禮貌噶，喺邊揾啊？就喺呢度啦。啊，後尾呢個黃色呢一格就係啦。Good manners mean being kind。今集咧就講曬啦嚇，佢問啲乜嘢，要點答，喺邊度揾，我都講曬啦嚇。你一定要知道咧。在哪裡找，如果你譬如你生字識得少，理解不到篇嘢的話，即是暗示你呢要串多些生字，記多些生字，這樣你才能應付到的。
咁如果你识佢讲咩咧，解咩咧，其实就好易做嘅。好啦，咁啊，如果都系唔明嘅，都唔紧要，有 WhatsApp 度问我啦，即刻答你。咁啊，如果你觉得我讲得好，记得 like 订阅同埋 share 留言啦。多谢大家，下集见，拜拜。